上个月家福的姐姐结婚，那个她回国参加她的姐姐的婚礼，两个星期不能来上课，课文有些内容看不懂，小作能帮他吗？那个小作说真对不起，今年我毕业了，现在我忙找工作，没有时间辅导家父。那个家父说就要考试了，那个家父只有小作一个中国朋友，他该怎么办呢？家父真急色。那个小左说家父别着急，小左可以帮家父找个比小左更好的老师。那个小周说家父看这个样行不行，那个家父说当然行，这件事拜托小周了。那个小周说你想找男的还是女的？家父说男的或者女的都可以啊，最好像小桌一样是学日语的学生，因为那个家父希望这个辅导老师能有日语解释语法。那个小周说没问题啊，家父等小周的好消息吧。